政治发音篇，像爱 ，love， 非常啊、经常用到的很普通的词，可是常常听到人家发音不准了、一般可能念错，念成什么？念到卷舌 ，love，love，love， 啊，很多人念 love，love，I love you，I love you， 啊，这很多人呐、所以这个学英文啊，或者学任何外国语，至少发音要准了、当发音准的也不少啊，但发音不准的特别多啊。Love，I love you，I love you， 啊，他是念 I love you，I love you， 因为他不卷舌啊，看这个音标就知道不卷舌，带耳的音 love，love， 啊，这个像这种 V 啊，字尾的 B 啊 ，T 啊G 啊 V 啊，这字轻轻念啊，听得到就好。Love love 啊，不要念成 love love love。I love I love you， 爱老虎油啊。所以很多英文念土气啊，比较土气一点。Love love 啊，不卷舌带耳的音。Love I love you。To like another adult very much。And be romantically and sexually attracted to them. Or, do you have strong feelings or liking a friend or person in your family? 就喜欢啊，另外一个成年人啊，说爱，当然爱是包括小孩子，爱小孩什么啊，那但这边的爱是指男女关系的爱，是一致多义啊。爱另外一个成年人，男的爱女的，女的爱男的啊。当下同性恋也慢慢被接受啊，同性之间啊，这也是爱了啊。然后 romantically 这很罗曼蒂克的、或者有一种性的方式啊，就男女交欢呐 就在这个罗曼蒂克或者性的方面很吸引人家啊，爱啊，或者有一种很强的感觉呢、就喜欢一个朋友或一个人啊，在你的家里啊，所以这边意思就是说一个男女之爱啊，甚至同性之爱，还有家人之爱啊，当然也不止了啊，这有的也爱其他，爱同事啊，这个爱同胞啊，这个、爱是很广泛的。好像这边几个注意一下，这个像成年人可以念 adult， 也可以念 adult 啊，都有啊，一般念 adult 比较多啊。much 跟这个音是一样，不要念 much，very much，very much， 很多念 very much 啊，不是 very much， 跟这个音是一样 very much 啊。这个 sexually 是卷舌卷一半 ，sex 啊。性啊 ，sex 也常用啊，很多念到不准，念到 six 啊，好像六，一二三四五六啊 ，six 或者 six 啊，不卷舌也不对，或者 sex 啊，好像听到 saxophone 啊，它卷一半 ，attracted 啊，这大卷舌。attracted 啊，不要念是 attracted 也不对啊。friend 也是卷一半 ，friend 啊，这个种都是常用字啊，不要念成 friend。I have a friend 啊，或者 I have a friend 都怪腔怪调 ，friend 啊。family 也是大卷舌 ，family 啊，不要念成 family。Family, I have a big family. 啊，不要念到这种音，也不要念到啊，卷舌卷一半有一点对，但也不太对。Family 啊，也差一点点。Family 啊，叫字正腔圆呐。To like another adult very much, and be romantically and sexually attracted to them, or to have strong feelings for liking a friend, a person in your family.Last night, he told me he loved me. 啊，昨天晚上呢，他告诉我他爱我啊。Love. Last night, he told me he loved me. 啊，我们说忠诚呢，是 loyalty. 啊，这是卷舌的音，不要念 loyalty 就不对啊。Loyalty.
loyally 啊，如果要念得更准呢，它 oi 啊，这本身就双母音啊，后面还有一个loyally， 这个要出来一点点啊，这个很轻啊，不要很重 loyally。A strong feeling of support or allegiance， 一个很强的一种感觉去支持人家 support 或者 allegiance， 对人家忠心啊，效忠啊，就忠诚了。A strong feeling of support or allegiance， his loyalty was never in question。 in question 就是有疑问的，他的忠诚呢，毫无疑问，卓无庸议啊，没有问题，百分之百纯金的。 his loyalty was never in question。啊，像这个运气啊，啊，不要看到 U 就念 look 啊，运气啊，它 luck 啊也是不卷舌带耳的音啊，不要念成 lock 啊，听起来像锁啊，这个门锁把锁啊，听成外国人听那个字啊 luck 啊 ，K 也轻轻，不要 luck 啊，日本人就念得很重啊，尾音念得很重。Luck 啊，不要念 locker。The force that causes things, especially good things, to happen to you by chance, and not a result of your own efforts or abilities 啊，就是一种运气啊，也是一种自然的力量啊，就是让很多事情啊，尤其是好的事情发生的运气，通常讲好的运气比较多啊，如果坏的运气就前面加一个啊 bad luck。啊，好的运气当然也可以讲 good luck 啊 ，luck 通常就已经是运气啊。那另外一个英文常讲 flute 啊 ，flute 也是运气，也是好运啊。所以英国跟美国用词不一样啊，美国一般 luck 啊，英国也讲 luck， 但常常也讲 flute f l u t e 啊，发生在你身上就是 by chance 就是随机的啊，运气嘛，你求之不得啊。啊，中乐透你没办法，运气好就中啊，运气不好就不中啊。啊，正常来讲不中啊，运气好才中啊。啊，并不是 as a result of， 并不是由于你自己的努力或者你自己能力啊，运气就是运气。She wears a charm that she thinks brings her good luck。这个 wear 就穿啊或者戴啊，她戴上一个 charm 本来是有魅力啊，一枝多艺啊，啊这边是幸运符啊。他带个吉祥物啊，带个幸运符啊，跟带个项链，带个手镯，表示好运。他认为会带给他好的运气。She wears a charm that she thinks brings her good luck。像这个行李啊 ，luggage 啊，也是一样啊，这个也是这个 luggage， 不要念成看到邮件 luggage 不是，也不要念到卷舌 luggage 啊，这都是不对的。luggage。The bags, suitcases, etc. that contain your possessions and that you take with you when you're traveling. 就是包包啊 ,bags, 比较小一点的 ,suitcase 就是大，就稍微大一点啊。这个 suitcase 啊，这个小的行李箱啊，大一点的箱子啊。等等 ,etc. 那可以容纳啊，容纳你的一些 possession 就所有物啊，身上周边带的东西啊，这衣服啊，啊衣服啊，日常用品啊，牙刷、牙膏啊，然后可以带着跟你在一起啊，当你去旅行的时候，就行李。We bought some new luggage for our trip 啊，我买了一些啊新的行李啊，因为要这个。要出去 trip 就是出去旅游啊，出去玩啊，所以买了一些东西，买了新的牙膏、牙刷、毛巾啊，买几件新衣服啊，换洗的内衣裤啊，或者日常用品要带的啊，行李啊，行李它是英文叫做集合名词啊，它没有复数，得单复数同行啊啊，它不是不可数啊，不可数是不可数啊，所以集合名词比较特殊啊，所以我在我的英文秘籍里面啊，专门有讲一个，而、啊、不是特殊文法篇里面啊，专门有讲这个，花了很多篇幅讲这个啊，这个集合名词，没有 s 不加 s 啊。We bought some new luggage for our trip 啊，我们说小的硬块，小的总块啊，
啊，有时候起个包包，我们说这个啊，哪里被撞到啦，被蚊子咬啦，啊，有点小硬块小包包。lump 啊，也是一样 ，lump 啊，不要念成 lump 啊，看到 u 就 lump 啊，不是，它 lump。A piece of solid substance, usually with a no particular shape 啊，就是一小块一个 solid， 就是我们讲结棍，很扎实啊，硬的东西，有点硬的啊，一个物质啊，硬硬的，小小的啊。啊，通常呢啊没有特别形状，因为总一个包啊也不一定嘛，有的但一般基本上像圆形啊，但也不一定啊，就是也没有特别的大小，也没有特别的形状。 A piece of solid substance usually with a no particular shape. I have a lump on my head 啊，我头上长了一个包包，因为蚊虫叮咬啊，我撞到了或者不知道什么原因就长了一个啊，在我头上就是有一个长了一个很多年了，长了一个啊，有一点大又不是太大，也搞不清楚。I have a lump on my head 啊，这几讲这里。